就自己拼命练。他喷火焰，不喷烟，越喷越起劲，还一边在空中翻了三圈，结果竟然烧到自己，翅膀都冒烟了。吃软的。
时，阿南向骑士走去，似乎是要进攻了。他一边大吼，一边喷火，看起来非常凶猛。眼见情况危急，公主香香赶紧跳出来。继续对骑士解释，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救，我不想回去无聊的城堡当公主，当医生才是我的梦想，我要让全世界无病无痛。骑士听了，卸下头盔铁甲，对公主坦白，哎，您说的我完全懂，因为其实我也很讨厌打打杀杀，世界和平才是我的梦想。公主听了说：“这样哦，那如果我们的梦想一样，你可以帮我的忙啊，你可以当我的护士，当我的助手。我决定把皇冠卖掉，买更多的药。有了你的这匹马，我们可以一起走遍天下，替需要的人治疗。”站出来说，这匹马你们两个人骑绝对跑不到100里，不如骑我吧，又舒服又快速，在天上飞还不用找路呢。公主骑士公主骑士，我们可以组一个飞行神医三人组，是不是超酷啊？其他龙在一旁听了，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，大家都替飞行神医三人。你知道吗？只要一点击就可以开关。Baby Bus， 快点击这里，订阅我们吧。
在车上等我哦。对啊，我的叫门框就在你下面。什么不见？我的物件在你的下面。什么东西？那个我的也掉了，但那门框。什么东西啦？我的鞋子掉你的。哦，那没关系啦。刚刚要车车的那是太危险了。击打
吃。速度好快哦！嗯嗯，琪琪、妙妙，比赛时间到了，下次见。